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是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哄赶。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鱼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
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基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
你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